今天在赛前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自己的老队友朱云碧说的？就让他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啊！我其实我很期待今天微博热搜上能看到林伟翔、林伟翔状态、林伟翔0247这三个。祥子哥现在听到之后内心一紧啊！是不是祥哥的刀妹啊？祥哥刀妹可以期待一下，期待一下。但是好像跑掉了，下路晕两个，有机会了，这应该是一个，卖一个吧，卖一个，意思也有点难跑，这跑不掉的，还有起来了，风扇还开了，下路晕两个，必胜人，翔哥这刀背好帅的意，而且还直接放了一颗真眼，防止你这边嘎啦开你往出溜，我现在压力山大，你看又晕的，不敢往前走的，哟，翔哥这么猛啊，直接给，嘎啦要死了，单切单杀，但是翔哥自己也被换掉了，又要杀一下。林姐姐拿双杀，上去替兵哥承受这一切，可以。林刚打的是真的很难玩。哎，这一波大招直接闪现给你打了，林伟翔，我是一个上单选手。替兵哥这个位置大招给到了，林伟翔直接把他留住了，人头给翔哥，都闪一闪，都闪一闪。翔哥渴望这个人头好久了，快给翔哥一个镜头。哎呀！目标直指一个人，这波刀妹有千变可的，要来要一打二，感觉他打不动，死了死了死了，死了刀妹！哎呀，林伟翔，不懂翔哥的心态，林斌哥无奈摇摇头，这人杀心太重了。这翔哥感觉就跟千珏一样，但是后面有人绕后了，六九来了，林伟翔也来了，他大喊一声放着我来。越来了，真来了！感觉这边队友要先死，小薇能撑住吗？还有塞纳给一个大招支援一下，林伟翔就想杀杜云碧，杜云碧被二杀了，林伟翔来了，林伟翔啊，二是拿到这个人头，不过没关系，后半局被全杀光了，红剑倒地，大头也死了，嘎啦！啊，跟台下被林换武了，阿斌拿到人头了。Hello， 大家还好吗？哎，好久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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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刚从外地回来，发生了什么？听说你们刚才被人虐了，怎么回事？